可以不要了。谢谢，可能塞不下哦。我还有垃圾这样吗？你垃圾都塞不下了。你先用，可以、啊。那你这个还拿出去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把阿妈压住。好，弟弟，你不介意跟我们走？还可以。嗯。我们还。你要去哪里玩？高雄。高雄。哇。今天应该比较不塞，因为该塞的都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想说这样比较好。啊，你们都要在台北吗？对啊。你们两个都是台北人吗？那宜兰。哎呀，所以有要回宜兰吗？反正也很近哦。对啊，就不用平常，就平常去就好了。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。嗯，为什么有两个行李箱？本来就两个行李箱。我说你怎么要拉两个行李箱？那阿妈为什么不把她的东西放在上面？阿妈想要拿着，你要踢她。对，只要放声音，这个钥匙。